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红果果亲子游戏。今天我们给小朋友们带来了《熊出没》益智拼图玩。噔噔，拼图上面有光头强、小熊大、小熊二、小动物。快把包装拆开喽，给小朋友们玩一玩拼图。玩拼图可以提高智力。Down.
拼图完成啦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，我们每天有更新，记得订阅我哦，拜拜。